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消灭蛀牙菌。啊，吃哪个好呢？我要全部吃掉。哇，太好吃啦！阿布，吃完甜食要刷牙哦。我不刷，我不刷，我从来不刷牙。嘿嘿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机会来啦！记得刷牙哦！哈哈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刷牙，再也不偷懒了。便秘好难受，吃饭啦！哇，都是我爱吃的，都是我不爱吃的。茄子、西红柿，味道好奇怪。苹果、香蕉、水蜜桃，统统快走开。炸鸡、香肠、汉堡包，才是我最爱。Yummy yummy so yummy， 零食我最爱。哎呀，我的肚子胀胀的，咕噜咕噜，肚子叫。哎呀哎呀，好难受。肠道生病了，哦，原来是便秘啊！便秘，肯定是因为你挑食。那我该怎么办呀？一起来跳健康操吧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哦。揉揉肚子，画圈圈，一圈两圈三圈，蹲下站起要重复，一次两次三。手叉腰，左边右边左边。
有压力，不挑食最棒。肚子胀胀，要便便了。咕噜咕噜，肚子叫，哎呀哎呀，好难受。噗噗噗噗，放屁屁，便便便便出来了。太好了！黑眼圈的秘密。哇哦，已经十点了。哦，星星眨眼睛，哦，月亮打哈欠，哦，休息时间到，赶快去睡觉。我不要睡觉，我要玩游戏，一直到天亮。我们去游乐园喽。游乐园，我也要去。哈哈。皮皮怎么了？快看他的黑眼圈，可能是生病了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智能头盔。嘀嘟嘀嘟，睡眠严重不足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皮皮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。你脑袋有点晕，你身体没力气，你不断打哈欠，还有黑眼圈，眼睛睁不开，感觉好难受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晚上要早睡，哦，早上要早起，哦，不要黑眼圈，睡吧精神好，千万别熬夜，真是去睡觉，睡眠很重要，睡眠很重要。晚安。对肥胖说拜拜。Are you ready? 1 2 3 4 2 2 3 4，头手脚屁股全身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喂，小智呢？我在这儿。吃的多多，坐着不要冰冻，喝的变得这么胖，我也不知道。让我们帮你找找原因吧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彩虹魔法镜。原来是因为你吃的太多，还不运动，所以变肥胖了。肥胖会影响身体健康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吧。手
强壮了。嗯，以后要经常运动哦。嗯，不肥胖，身体最健康。讨厌的感冒。雪莉变身。嗯，贝勒虎开心虎，你们看我的新裙子好看吗？好漂亮呀！雪莉，今天好像有点冷，你要多穿一点哦。哼，我不怕冷，我就要穿新裙子。雪莉感冒了。躺在床上没有力气，好难受，好难受。鼻子被堵住了，鼻涕擦不干净，一直打喷嚏，哈啾，直打。让我们来帮雪莉检查一下身体吧。嗯，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闪电听诊器。我们是坏坏的感冒细菌。哦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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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我懂。哈哈哈！雪莉，快吃感冒药丸。嗯，不要，药丸好苦，我不吃。传染哦，手上细菌多。哇，太好玩了，要一起玩吗？我们想玩蹦蹦床，接着再玩滑滑梯，还要再玩海洋球，好玩的东西真多呀。好香啊！哇，我要一个面包。好，给你。好。哇，多多，不可以，你要先洗手。没错，你刚才碰了这么多东西，手上肯定有细菌的。哪有细菌？我的手干净着呢。你们看，多多，细菌是肉眼看不见的。我才不信呢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超级放大镜。耶。
脏脏的手是我们最爱的游乐园。怎么有这么多细菌？蹦蹦床上有细菌，滑滑梯上有细菌，海洋球上有细菌，细菌爬到你手上。怎么办？一起来洗手吧。擦擦杯子，起泡泡，手心手背都搓搓，指缝之间记得洗，清水冲冲擦干净。吃饭之前要洗手，上完厕所要洗手，做完游戏要洗手，经常洗手细菌少。我还要洗一遍。擦擦杯子，起泡泡，手心手背都搓搓，指缝之间记得洗，清水冲冲擦干净，经常洗手细菌少。多多，以后吃东西前要记得洗手哦。那我去吃面包喽。不好意思，面包卖完了。眼睛看不清。今天我一个人在家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看看电视，咻咻咻。打开手机，哇哦，玩玩游戏，嘟嘟嘟，不休息个王，看电视，看漫画，再玩玩游戏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眼睛很模糊，看不清楚，用力的揉揉还是难受，怎么办？哎呀，看电视，看漫画，全看不清楚。淘淘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眼睛看不清了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。时光水晶球。淘淘，你这是用眼过度了。那我还能看得清吗？别担心，我们来帮你。关闭电视，放下漫画，暂停游戏，闭眼休息，让我们一起放轻松，深呼吸，做眼保健操。眼保健操开始喽。伸出小手，刮刮眼眶，按按鼻梁，揉揉耳垂，保护好眼睛。眼保健操很重要，请认真做好。小眼睛亮晶晶，再也没烦恼。哇，我又能看清楚了。谢谢你，贝老虎。我是开心虎。淘淘，你的眼睛是不是又看不清了？逗你们玩的。流鼻血别慌张。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刷牙。不对，上厕所。No 那是什么？是这个。手指手指，鼻子鼻子，呦呼呦呼，呦呼呦呼，抠鼻子，抠左边，抠右边，呦呼呦呼，呦呼呦呼，抠鼻子。不好，流鼻血了。怎么办？流鼻血，不要害怕，快用棉花，快用棉花塞住它，塞左边，塞右边，捏住鼻子，捏住鼻子，按住它。我怎么突然流鼻血了？我的鼻子是不是坏
别乱想，我们先帮你检查下身体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透视眼镜。多多，因为你经常抠鼻子，弄伤了鼻黏膜，所以才流鼻血的。越流越多了。不能抬头。流鼻血，不要抬头，快快坐下，身体向前低着头。一分钟，两分钟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，放轻松。鼻子不流血了。小小鼻子作用大大，可以闻到各种各样的味道，香香的，是面包，甜甜草莓，酸酸柠檬，味道好。小小鼻子帮助我们呼吸，呼吸。我洗过了，我不洗，我要睡觉。脏脏臭臭，我们最喜欢脏脏臭臭，是我们的地盘。冲啊！黑豹黑豹，哦，细菌王国，占领！万岁万岁！哦，细菌。吓死我了！好痒啊，好痒！这是什么？哥哥，我们快帮帮皮皮吧！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纳米探照灯。皮皮，因为你不洗澡，毛孔都被脏脏的污垢堵住了，所以才会长这些小疙瘩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手上、脚上、全身都脏脏，头发、脸蛋。细菌慢慢，怎么办？好痒啊！要注意卫生，经常洗澡，可以赶走细菌。我要洗澡。搓搓搓搓，全身都搓搓，泡泡泡泡，到处都是泡泡。搓搓头发，搓胳膊。干干净净，冲冲双腿，冲冲背，洗澡真舒服，搓搓搓搓，全身都搓搓，泡泡泡泡，到处都是泡泡，搓搓搓搓，哦，我爱洗澡，冲冲冲冲，哦，细菌都冲掉。还香香的，嘿嘿，又可以五天不洗澡了。什么？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我要天天洗澡。奇怪的歌声。我是小小歌唱家，
声唱，让大家都听见。呜、哦！我是小小歌唱家，大声唱歌啦啦啦。雪莉，快喝水。我不要喝水，我要继续唱歌。哎，这可怎么办？让我们来帮帮他吧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声音检测器。嘟嘟嘟嘟嘟，缺水，缺水。雪莉，你大声唱歌又不喝水，所以声音变沙哑了。不喝水嗓子会难受，还会不停咳嗽。声音沙哑不能唱歌，不爱喝水坏处多。喂，喝水，喝甜甜的橘子水，喝酸酸的柠檬水，还要多喝水。爬高高真危险。哟吼，哟吼，哈哈，我还要再高点。爬高高，我要爬到椅子上。爬呀，爬高高，我要跳到沙发上。跳啊，爬高高，我要爬到桌子上。我要爬到柜子上，还要爬到梯子上。我没事。受伤了，伤口流血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受伤了，垫敷棉球擦一擦，擦一擦。不用了，我就用手擦干净。这只是个小伤口，也许明天就好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细菌。对，细菌会让你的伤口发炎。切，我才不信呢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光速摄像机。向前进攻！啊，好多细菌！别担心，消灭细菌很简单。小伤口不能随便用手揉，不能揉。小伤口恢复之前别碰水，别碰水。小伤口垫敷棉球来消毒，轻轻贴上创口贴。要爬到
淘淘，你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爬高高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再摔倒了。哟，哎呦，哎呀，打嗝了。哇哦，野餐喽！哇，哎呀，我把果汁忘在家里了。没事，我陪你回去拿吧。皮皮，你可不要偷吃哦。放心吧，我才不会偷吃呢。我受不了了。皮皮，皮皮，你怎么把东西都吃光了？对不起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。皮皮，原来是你的横膈膜在抽筋。横膈膜？一定是你吃得太快或者太饱，导致横膈膜抽筋了，所以才会打嗝。我该怎么办？为什么会一直不停打嗝？你吃得太快又太多，不停打嗝真的非常难受，谁可以来帮帮我？张大嘴巴喝水，喝水，小口小口喝水，一口两口，张开双臂呼吸，呼吸，悄悄来到身边。以后吃东西要记得细嚼慢咽哦。好好好好好。